场他们的水平真的是相当的高的。我在这里就是全场已经为了我们的水加油，然后我也为我们的 Madkof 加油，他现在也是我们全霸的一员，所以我也为他加一下油。哎，突如其来的选了一个麦卓，完全没有想到是为了对阵这个游历吗？让我变黑出翔了，小孩你看我变喷出屎了，这样哇，直接四万吗？这个太惨了，为什么不看我的直播呢？好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一如既往的灵动啊，我们的水鱼，好，轻脚带入，好好好，投了一下，好，哎，一直好，一直要是蓄能量，蓄能量，好，一个打乱洞操纵，这边给我的 Madkof 折了一下，但是没有成功啊，投没有成功，好，哇哇哇，下重拳，好，好，继续压，继续压，好，升龙，哇，这个慢出的招啊，真的有点那个，好烦哦。我安全防了以后动了一下，直接被这个招太慢了打中啊，有点不爽。好，看看我们的扩招怎么发挥。好好好，真的好像水有点不会打这个人物。好，站中脚，好，跳中脚，站中脚，但是被牵制住了。好，升龙，Madkof 真的是用每个人都是 S 级的，真的是 S 级，每个人物真的用的都很到位，不像我这种半桶水的。哇，真的所有人物都很会用啊，突然的来了一个麦卓，真的就不会打呀。好好砍砍砍，好，发波操纵，哎呦，太强了吧 Madkof， 太强了，太强 了，我觉得水鱼是需要调整一下，是需要调整一下。不是，不懂打的，突然间可能街霸就在这个比赛之后吧。好，水鱼选择了八神，放弃了扩查。好，我们也给水鱼加一下油啊，希望他不会那么惨吧，起码。好，跳重拳，哇，多远都能接啊，真的是多远都能接。好，操纵打乱洞，好，发波回夸，哇哇哇哇，好好吓人的一个跳重拳，哇，又相杀了，又相杀，哇，有很有对策，一个前跳就直接被这个打中，好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好，直接操作带走，直接带走。好，看到广州众都是为我们的水加油啊，非常厉害。好，防住，防住。好，先防住，哎，没防好。哎，没有 AB 起来啊，这个肯定要赌一下的。有点愣住了，有点愣住了。
好，没有逃掉，这个 AB 有点浪费了，真的浪费了一下，浪费了一下，看看水鱼的调整能力怎么样。好，暴气成功了，带入了，带入了，哇，好，还是打带一个超杀，我也没搞懂。好，清剿，看来 Madkof 非常有对策打这个游历。好，假招，对，再等一个机会。好，超中打了乱动，哇，非常厉害，果然到了比赛就不一样，到了比赛就不一样。好，大口入叫了一下，好，完全不能动呀，完全不能动。好，继续操纵压制。好，我一，哦，好硬啊，真的没有办法乱动。好，怎么弄啊？怎么弄啊？好，下心脚没有打中。好，打中了第一下，一个强行的植入。好，下心脚打第二时间，但是没有成功。好，保留老，好，一直压制，看看能不能蓄点能量出来。好，跳操纵没有格打成功。好，想打一个乱动啊，这个慢踩。哦，带走了，带走了，太厉害了，我们的 Madkof， 恭喜我们的 Madkof。